仲用一啲咁过时嘅方法投资大湾区啊？跟我过嚟 V 加物业联展中心啦！V 加物业联展中心独家开放海外房产投资 App， 等你喺香港都能够全面了解海外项目资料，客户到站即能查看海外数百个项目资料。V 加物业联展中心作为全港唯一365日永不落幕嘅海外房地产联展物业中心，佢哋嘅总部位于荔枝角，面积有成4000尺咁大噶。除了有内房物业笋盘推荐，还专门设立演讲室，每个周末都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到场分享，其中以内地、海外房地产投资分享为主。不少参加者听完分享之后都获益良多，都纷纷参与埋内房投资添啊！所谓先求知再投资，透过 V 加物业联展中心，可以打破内地和香港两地的信息交流壁垒。V 加物业联展中心而家喺香港荔枝角、荃湾、屯门、元朗、上水、观塘设立门市，立志真正方便到香港投资者可以第一手收获海外投资信息。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我哋逢星期四晚7点嘅 V 加湾区资讯台。咁我哋呢個節目咧，其實喺 V 加頻道啦，亦都喺新博士頻道，亦都可以收聽到、收睇到嘅。咁如果大家觀眾有咩問題，記住可以 WhatsApp 我哋6365-4020嘅電話啦，或者係微信我哋都可以嘅。好。咁啊，今個禮拜咧，有咩問題咧？上個禮拜咧，有觀眾問咗個問題喎。咁啊，啱啱我哋講個匯籌金啦、應酬金啦，同埋匯款嘅。咁佢就問啦，咁啊，如果假設籌金可，如果抽唔中嘅話，可唔可以全數退回㗎？咁首先回答咗呢個問題先啦，當然係可以退回嘅。咁當然啦，個時間咧，咁我哋都要揾翻同翻發展商申請翻嘅。係啦，咁啊可能一個月內啊，咁啊會退得翻，咁啊視乎個發展商個情況啦。咁另一邊商啦，咁佢話如果經 V 加匯錢咧，其實可唔可以直接匯到發展商嘅户口度啊？或者其實都要匯翻個買家嘅户口度，先再轉入去發展商户口度嘅。係。咁呢個咧，咁我首先答一答先啦。咁啊，其實咧都要睇一睇個客户究竟有冇國內户口嘅？有啲有陣時咧，我哋話，譬如有啲客户咧，中意透過我哋 V 加酒店咧，就首先匯錢落去佢個自己户口先，係國內户口度啦。咁由佢自己户口就轉帳過去發展商户口嘅。如果假設個客户真係冇國內户口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直接匯夠錢過去發展商度，發展商户口啦，直接幫客户俾個房款嘅。不過咧，呢個都要睇個別發展商佢嘅操作嘅，即係有啲發展商嘅 policy， 佢係即係可能佢係唔接受第三方嘅代付啦。代付啦，咁呢啲就個別，即係個別發展商啦嚇。係啊，所以就大家所以就建議一下啦。咁如果假設匯錢嘅時候咧，都要問一問，問翻相關嘅同事啦，或者其實問翻個發展商，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咁樣用呢個途徑去賺錢嘅？係啊，呢啲我哋銷售咧都一定會同即係同你哋講清楚嘅。係啊，答到你嘅，你放心。咁啊，第二條問題啦，咁啊呢個觀眾咧都好多問題喎，好多問題。咁啊，我哋逐一逐一答啦。係啊，逐一逐一答。第一條問題咧，咁佢就話究竟係咪需要擁有永久居居民身份證啦？咁啊，佢三粒星未必有三粒星，究竟可唔可以喺珠海買樓，甚至辦居民證咧、居住證啦？咁我哋可以答翻你啦。咁首先呢第一條問題咧就係話，其實可以用，只需要你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咧，就算唔係三粒星咧，其實你都可以去珠海買樓啦，甚至申請一個居住證嘅。呢、這個就即係唔使三粒星嘅。係啦，我哋同時 check 咗噶啦。咁第二條問題啦，如果假設真係買咗珠海樓啦，咁啊不幸，咁如果要業主離世之後咧，究竟個親人究竟需要憑咩文件去領取翻，即係叫承繼翻呢個遺產啦？咁一般咧，其實都係根據法內地嘅遺囑法咧，咁其實如果假設真係冇立遺囑，冇立平安紙啦，咁其實都個繼承人咧，咁需要去翻辦翻叫做要家屬關係證明啦、死亡證明啦。房產相關資料啊，合同，例如合同啊，或者個產權，即係紅本啦，咁啊，去翻相關可能內地嘅嗰啲叫做政府部門啦，或者其實我咧揾律師，內地律師咧，簡單啲揾個律師，其實內地律師又唔係好貴啊呢啲。或者如果真係唔方便，即係如果唔熟悉內地律師咧，其實香港律師亦都有啲中國嘅有嗰啲叫中國公證牌咧，其實有啲學師都可以幫到你嘅。咁啊辦理翻個產權變更咧，其實就可以我哋叫做繼承咗呢個遺產㗎啦。
咁第三條問題啦，咁佢就話：如果大陸買社保去睇醫生好啲啊，定係即係香港買份醫療保險好啲咧？咁呢條問題咧，真係要視乎呢個觀眾，睇下你哋點用啦，你個性質啦。如果你真係我哋叫做長住啦，即係長期喺大灣區生活啦，去工作甚至遊玩都好咧，咁當然你買社保係會叫做比較好啲嘅，因為始終有啲政府嘅優惠啊，你都買攞藥都會平少少啦。話但唔係嘅，可能譬如話暫住啊，甚至可能淨係去到大灣區得閒度下假咧，咁我哋都建議翻客户咧就會揀翻叫做香港保險嘅。香港保險其實而家都可以開通埋大陸嘅醫療噶嘛，係嘛？冇錯，其實就真係當然要諮詢翻你嘅保險顧問啦，咁啊睇一睇你個保險計劃啦。其實一般咧。香港有啲叫做保險醫療計劃咧，多數都已經涵蓋咗國內嘅叫三甲醫院嘅一個，即係我哋叫做私家醫院啦。坦白講啫，可能因為佢三甲醫院咧，其實有啲高規格啲啊，甚至佢啲診症咧多啲嘅一個醫院嚟嘅。咁啊呢啲咁啊，所以就要視乎呢個觀眾咧嗰個需要性啦。三甲醫院係咩？我老公好清楚，佢好似做過個 talk 俾你哋。好啦，最後一條問題啦。咁佢話：喂，珠海，因為應該呢個觀眾咧。好想回珠海住啊，所以佢問咗好多珠海問題。咁啊，珠海水質點啊？需唔需要加裝淨水器啊？咁其實咧，珠海即係我哋咁啊，除咗珠海之外，其實成個中國咧，其實對水質方面咧，其實有個嚴格要求嘅，即係有啲指標嘅。咁所以如果一般啦，如果假設真係你覺得比較重視個水質啊，咁其實可以加翻個叫做濾水器嘅。其實咧，你珠海嘅水質，我諗同香港都唔會爭太遠嘅。咁其實。即係咁講啦，你香港水質，即係香港自己香港人啊，我自己都有加，即係都有加水機嘅，咁即係變咗，其實睇下你自己本身個喜好啦，係啦。即係如果你即係想安全啲嘅，即係安心啲嘅，咁啊，所以可以加個淨水器都冇問題嘅。好啦，今個禮拜究竟有咩新盤推介俾大家咧？我睇下咩新盤先。第一個項目就去到中山的火炬區一個項目，咁啊世茂福城乾隆華府啊，呢個項目咧咁啊最大特色係咩咧？因為火炬區成日都好多人講火炬，究竟究竟有咩特色咧？咁啊大家都知。喺心中咯。冇錯，就係呢個最大特色就係喺心中通道，因為呢個項目咧其實距離我哋叫做心中通道一個叫中山離村一個出口咧，其實五分鐘到嘅車程就可以上翻心中通道去個深圳嗰邊噶啦。咁而呢個項目咧最亦都係啦，如果大家有睇過我哋之前啲 YouTube 片咧，其實佢已經係叫做準現樓嚟噶，即係話其實已經起好曬噶啦，佢今年年底咧可以收樓噶啦。係希望開關可以收到，開關就可以上住。你記得到啦，就係紫藍色係藍色嗰個位啫。咁其實心中好近喎，真係。係啊，離心中好近嘅啫，只需要即係五分鐘嘅車程，又上翻心中通道就可以出口，就可以去到深圳嗰邊㗎。即係提一提大家咧，嗱呢個盤咧就世茂嚇。世茂。世茂，但係世茂買翻嚟嘅呢個盤，即係收購翻嚟嘅。係啦，就同即係珠海嗰個潤園差唔多。之前時代潤園都係收購翻，即係時代項目都係收購翻嚟嘅。咁一個同一個個概念啊。咁啊，呢個項目咧都好大嘅，全個項目咧分兩期發展嘅，總數係46棟呢個一個棟數啦。咁而家主推緊係40棟呢個户型嘅，即係兩梯五户啦。都係家庭式啦。係啦，有82平啦，去到最大嘅105平呢個主推項目主推嘅户型啦。咁大家頭先睇過咧，大概均價咧15,000到16,000元左右。連精裝咯喎，連埋精裝噶啦，咁其實大概係83萬至85萬左右咧，其實就可以買到一個火炬區嘅物業啦。同埋佢大型屋苑啊，配套都會足啲嘅。係啊，另一個項目我哋去到珠海斗門區，咁啊喺湖心金茂月啦。咁如果大家有睇我哋 V 家頻道咧，同埋成我哋已經出咗呢個項目噶啦。咁啊，聽講阿博士咧都有拍過，不過要等啲時間剪接緊。博士嗰度就排緊隊，哇！打曬蛇餅啊！佢嗰邊排曬隊，好多片啊！實在太多，我都追唔切啦。坦白講，我想問你哋，追唔追得切㗎？其實係咯，我都真係想問下大家，其實博士都好多片啦。咁其實大家睇唔睇切？甚至我但係好多留言喎，即係我都見到好多 fans 你哋都好黐粉啊，好多黐粉啊，真係。我哋講翻個鋪先啦。嗱，呢個項目咧，咁啊，而家其實認籌緊嘅，咁喺湖心路啊，一個大家都好熟悉啦，斗門一個叫做最繁華一條路啦。咁啊，湖心路，咁而家認籌緊啦，認籌。當中啦，咁啊聽講話咧，應該係今個禮拜六就會開盤啦。開盤，估計均價大概19,000至23,000一平。哦，加咗價喎，而家湖心路。差唔多啦，其實湖心路不嬲都係大概呢個20,000蚊一個均價啦，20,000蚊啦。去到23,300都貴咯。
咁呢個項目咧最大特色咧，咁係點喺度啦？金茂苑啦，其實係如果大家睇過我哋 V 加頻道，不過佢大盤，介紹過咧，其實佢好大個盤，而亦都咧金茂集團亦都有自己開發過，即係應該自己自建一個叫做綠色大型嘅公園啊，咁有好多綠化環境啦。同埋呢個咧，我都想講一講就係最大特色啊！佢15分鐘內咧去到好多嘅商場。啊、如果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啦，對面咧就係大家好熟悉嘅嘉和城廣場。咦，嘉和城我成日都去食飯喎，嗰度。係，我哋都成日去到出團就成日食，佢要食飯啦。係。十五分鐘內咁啊，去到今晚咧，我哋最出名嘅華發商都亦都去得到啊。咁其實成個配套設施啊，因為其實佢自己自帶都有一個商場。如果大家即係驚可能喂衣食住行點樣咧，其實呢個項目咧其實已經解決曬，因為十五分鐘內已經去到好多大型嘅商場度。嗯，咁啊，正宗大旺啦，又有公園景，但係又近商場咯嚇。係啊，同埋因為湖心路啦，大家去到香港係啦，成。整個即係湖斗門啊，最主要的湖心嘅新區啊，湖心新城啊，叫做湖心新城，係啊，係啊，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項目啦。佢有兩隻主推户型啦，咁啊80平去到90平啦。我呢啲細家庭式喎，佢呢個主推而家係啊，暫時叫我哋叫入門級啦。係上車盤，大陸嘅上車盤係嘛？係啦。唉，真陰公，人哋國內上車盤係800平起跳，計埋我當你計實用面積。864都600多尺，600多尺啦，你當係啊，600多尺上車，我哋香港幾多尺上車？200尺上車係嘛？200尺實尺喎，仲要繼續順盤順盤。好，今個禮拜有咩順盤推介俾大家咧？哇！呢個犀利喎，呢個獨家專場喎，3日係嘛？冇錯啊，大家我哋都好啊，聽過好多客户啊，喂。點解好似你哋幾時搞個專場啊？好似點？九龍九裕城，我哋好多客户就係買咗㗎啦，係嘛？係啊，亦都有好多客户咧都想買一個等緊啦，因為大家知道，因為最新推出到E3 區E3棟啊，E3棟前面就係西江明珠啊嘛，咁啊望得到個靚叫做靚景啦。靚景，我哋亦都同發展商申請咗啦，我哋其實喺今個禮拜5、6日咁啊，亦都我哋有 V 家獨家專場特惠活動嘅99折。當然有個九九折啦，因為其實我哋有啲精選獨家貨源精選單位啊，有3年管理費，啦，贈送萬元家電啦，係啦。頭先講嘅九九折啦，亦都有我哋都知道，咁我九月份成交咧，我哋會送陽明親筆簽名嘅燉月餅啦，啊月餅。當然，亦都有我哋王牌服務管家王服務1年啦，同埋我哋 V 家驗樓服務1次嘅。喂，多過人哋個月餅喎，呢個就因為我哋不嬲，我哋公司都好彩，老闆有呢個優惠俾到我哋，我哋跟開我哋 V 家一直跟開長期跟開嘅客户啦。其實發展商係好公平嘅，嗱你啊呢啲單位好似都係call人哋獨家係咪啊？係啊，不過你放心，我哋一聽到大家，我哋都聽到大家嘅叫做。訴求啦，咁我哋其實亦都同發展商攞翻同即係相關嘅單位。你哋又真係好鬼衰嘅，咁即係死都要過嚟我哋呢度買，咁啊真係我冇辦法嘅，真係其實我都唔係好想話即係咁樣同人哋爭生意嘅，講真。嗱睇一睇啦，記住嗱呢啲係 V 家獨家嘅貨源，呢20套，係3日嘅啫。今日禮拜5、6日、11、12、13號呢獨家，呢20套我哋先會有頭先講嘅呢啲一嘅優惠送俾大家，咁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啦。咁啊記住，如果因為其實你喺度咧係多數都係 E3棟，因為新貨啊貨源咧，咁啊俾到大家一個優惠俾大家嘅。咁另一個項目啦，咁我去翻中山西區啦。中山呢個大家老香港人盤喎，即係呢個時代美神啦。其實我哋上年開始咧，其實好多客户買，因為其實呢個最大特色已經係準現樓，其實已經係其實起好曬收緊樓添啦。有啲不過我哋香港人未收得咯，未上到去收咯。係啊，不過咧咁啊，啱啱佢話咁，其實有啲新貨源推出翻啦，因為準現樓其實好多人都會即刻想買啊，因為唔使等2年後啊嘛。可以即刻住，即刻同埋睇到個配套啊！睇到個配套，咁而家主推緊咧，其實99棟啦，去到11、12、13、14棟嘅，咁啊多叫我哋叫多新貨咧，其實大家可以留意翻12、12至14棟啦。之前可能有機會未必揀到樓層嘅話，其實可以選一選擇12、13、14棟呢啲棟數嘅。咁一般啦，我哋都係我哋叫做。時代式王牌式啊，係啊，王牌啦，咁啊由98平去到139平呢啲。98，我佛山嗰間都係98，3房2廳2衛，夠用啊。夠用噶啦，好靚嘅時代裝修添啦，仲要係。
中山港延時代美神啦，亦都喺珠海斗門，我哋亦都有個時代水岸嘅。時代水岸好靚景啊，賣曬噶咯噃。係啊，冇錯，望河景咧嗰邊，其實大家以前我哋成日都講過啊，145平啊，169平咧，其實賣得7788，剩翻可能叫做啲低好真係好低樓層啊，或者其實未必個未必個觀景咁靚啊。咁所以我哋亦都問過發展商攞到啲叫做內園景嘅新貨。咁大家見得到啦，係0304單位，即係望多啲內園景嘅。內園景啊細啲啦，實上車啦，平即係嘅總價就冧心就細啲啦。係啊，佢由85、83平啦，去到95平。同埋本身個單價都會平啲嘅，即係個尺價都會平啲。係啊，冇錯。而家其實之前望河景咧，大概均價你預17000-18000起步啦。咁而家其實望內園景會平少少，16000左緊都有啲單位可以選擇嘅。同埋咧，有啲户型咧，其實可以喺主人房咧望得到條河嘅。係，都望到條罅嘅。都可以望得到嘅，所以大家有興趣咧，咁想買翻水岸咧，佢本身個樓距都開揚嘅，你當普通即係你當普通內園景咁樣都 OK 嘅。我都舒服嘅，其實嗰度我都舒服嘅。咁啊，頭先講啦，兩隻户型啦，84平啊，94平呢兩個都係上車細户型嘅單位啦。上車户型嚇。好啦，另一個項目。哦、我哋江門咁啊，去到細木碧海人會啦。我成日都講啊，呢個項目咧一句説話嘅啫，就係、是、話要坐船睇私人單位，就係呢個項目啦。咁其實我哋有好多客户亦都買咗呢個別墅盤啊，我哋叫做別墅盤啦。所以咧，因為我哋正因為但係別墅咧，因為呢個盤係無坯交付嘅，咁啊好多客户都喂、可唔可以揾我哋 V 家裝修王去做裝修啊？但係咧即係別墅咧，我哋就好難做套餐嘅，因為始終咧別墅咧都應該要個人化啲嘅。係啊，我哋叫做 tailor make 啦，因為始終有陣時喂，我中意咁嘅廳，又唔係個個中意咁嘅廳，因為可能有啲叫中空吊燈啊。係啊，你封唔封個即係封唔封個中空啊？咁有啲人中意封埋用多啲，有啲人就中意開揚啲咁啊。房嗰層成層打通曬啊，等等，亦都係有唔同大家嘅一個自己個人化啦咁啊，所以咧我哋有一個 V 家客户嘅升級服務俾到大家，咁我哋會贈送一個叫做別墅裝修效果圖嘅。係啦，我哋有幾種風格俾大家揀啦，咁就如果即係譬如大家中意呢個嘅新中式啊，或者係呢個嘅即係簡約啊，或者即係歐即係宮廷式咁樣咁啊，咁我哋都會有幾種風格咁去做一個係跟係真係攞你哋嗰個平面圖係做足。嗰、那個效果圖，效果圖俾大家嘅，咁咧呢個其實咧出邊做咧，其實真係人哋 design 嘅嘢嚟㗎嚇 ，design 嘅嘢其實都幾萬蚊㗎啦，其實呢個值幾萬蚊嘅，你冇睇過即係個圖，同埋呢個係真係實景嘅 3D 效果圖嚟嘅嚇。係啊，由我哋 V 家裝修王提供。係啦，咁你其實咧，你揾唔揾翻我哋裝修都唔緊要嘅，咁你攞住呢個圖，其實就可以同裝修公司去傾嘅。亦都可以俾到大家有個概念先啦，即係因為始終無坯樓，大家未必睇得到究竟你裝完之後點樣啊？始終有個裝修效果圖，即係好似香港裝修完，即係裝修都係一樣啦，亦都會俾個 3D 效果圖睇一睇，啱你心意，我哋先去做一個裝修嘅。咁啊，主推啦，亦都係有三隻户型啦，105平去到最大嘅170平嘅一個別墅户型啦。好啦，今個禮拜有咩資訊俾到大家咧？第一個咁啊，有個資訊咧就係話，而家有個我唔好叫喜訊啦，因為始終因為未通關，咁有啲我哋香港人咧，咁啊叫做喺國內度中未翻到落嚟香港咧，咁而家過期點算啊？回鄉證係啊，回鄉證點算咧？咁啊，國家即係中央都聽到我哋嘅政府訴求啦、聲音啦，咁而家咧其實可以喺國內度咧可以叫做保領啊，或者換領翻個續期啊，即係個回鄉證啊。只要大家上去即係個公眾號，即係開個微信啦，咁啊搜索翻深圳公安公眾號，咁啊入到去咧揀翻個叫政務服務啦，跟住就 click 幾個字 ，click 個預約啦，揀翻個時間啦，咁咧好簡單，再提交翻咧，咁個資即係提交翻你個人資料咧，其實就可以預約啦。咁一般需要啲咩個人資料咧？當然係你啲身份證明文件啦。其實喺香港申請冇分別嘅。其實一樣嘅啫，不過今次就喺國內幫你整啦，真係，即係我哋香港可能整回鄉證就去到中旅社度整啦，因為始終大家翻唔到嚟香港咧，其實就會喺國內。而家就係去公安廳嗰度。公安廳度整啦，咁呢啲詳情資料咧，可以問翻我哋嘅銷售同事攞翻啦，或者上我哋 Facebook， 依家 Facebook 度都亦都有。我哋呢啲擺曬 Facebook 噶啦。冇錯。
另一個亦都有一個資訊俾大家啦。亦哇，呢個好 hit 喎！呢個 topic， 我都好多朋友私信我恒大，係嘛？啊，呢個咧其實我哋記得今個禮拜啦，咁啊恒大出咗呢個叫做全國樓盤七全線七折啦。全線七折，他又講過咧，全國佢有610個樓盤咧，619個樓盤咧做緊呢個特惠嘅。咁好多我哋當然我哋一收到信息，咁我哋 V 家亦都即時發放一個信息俾咧，擺上 Facebook 啊，擺上 YouTube 之後咧，其實短短我唔記得一個鐘頭內咧，都有20-30個電話即刻打俾我哋。喂，有咩筍盤推介啊？甚至話喂，係咪真係我本身睇開個盤係咪真係有呢啲有筍嘢啊？或者買完之後會唔會抌心啊？死啦！而家有筍嘢啊咁啊！可以告訴你，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們的 VR 台，即是一直都有留意，其實年頭我和阿沈博士都拍過，其實大概二月到，其實年頭恒大做過叫做75折優惠，大家都知道玩法就是說先漲價後減價，不是應該這樣說的，本身呢些樓盤呢一般來說呢它都是有個原價，它有一個折頭的，可能本身都可能是7-多折、啊、可能7-8折、啊、或者7-9折、啊、不過可能就多了 幾個點這樣咯，會有些優惠咯，我想這樣說，但是記住啊，今次也是今次我哋叫做一般嘅宣傳伎倆啦，大家有睇開始就我驚遲啲有一日咧，好似狼來了嘅故事一樣，開始習慣咗就逢可能逢二月，即係逢年頭，去到可能我哋叫做金九銀十啊，即係話國慶啊，國慶嘅節日咧，其實多數發展國內發展商多數都會做一個叫做大型促銷會，即係活動活動嘅，咁但係。不是話個個盤都有的，因為我都聽過，好像我上網看翻啦，其實而家恒大咧多數都是叫做三四線城市，即係會可能比較貨量多的一啲項目咧，先會有一些大促銷嘅。即係如果靚盤啊嗰啲咧，其實你放心，一定會有。靚盤佢可能是揀啲質素差少少嘅單位咯，低樓即係多我哋話天地樓啊、低樓層啊嗰啲咁樣咯。但其實每個項目可能都真的有少少叫做特價貨源嘅，但係都是樓層未必或者景觀未必咁靚咯，咁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咁另一邊咧，睇呢篇新聞咧，其實都有多咩融資三條，即係三條紅線，就係呢三個啦個準則啦。但係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即係話其實想睇一睇恒大真係 top one 嚟嘅。可以看一看究竟那間公司其實那間地產公司究竟是國內其實個負債比率有多高，因為其實用了這條呢，其實國家其實都想個市場健康一點，怕過度融資其實就會怕間公司有不健康的發展的，但是坦白說其實即我叫做這個參考性而已，不是大家不用怕，賺錢賺得多不代表它會倒閉的，是啊，沒錯，因為其實這個模式地產模式來的，一向都是要融資，一定要融資，因為其實它拍完那塊地都要一段時間才叫做回款嘛，因為它又要起建築啊等等時間，先到去買呢其實幾年的時間才會推出整個項目出來啦，先會，所以其實一直都應該他們會叫做高槓桿啦，高槓桿啦，因為大家可能熟悉的恒大啊、融創啊等等，其實都是一個踩住三條線的一個企業嚟嘅。係其實其他你話喂碧桂園啊、萬科咁可能會健康啲，但其實都中到嘅，即係都會究竟係。即係三條線都一，即係其實大的發展商很多都是三條線嘅，即係好坦白講啊，你做生意的話，邊會真係？真金白銀擺夠錢喺度，真係買塊地，跟住真金白銀擺啲錢落去，起完樓，即係先至慢慢即係賣完出去先攞翻翻嚟。係啊，即係好似香港發展商一樣啦，其實所有大即係可能長曬嘅收容機都係一定係借錢，其實一定係有融資嘅方案去起樓㗎啦。冇啊，嗱，即係咁講，嗱，大家香港發展商大家都識㗎啦嚇，華茂。一最出名就係咩？唔使借錢借起樓噶嘛，係咪？咁但係咪你哋就會買佢啲樓，就唔買新鴻基啲樓咧？唔會噶嘛，係啊，冇錯。同埋講一講啦，其實因為恒大咧都係話喺全國嚟講好多樓盤啊，所以其實點解600多個嘛？係啊，即係同埋佢其實本身自己都有好多項目未開發，即係等待發展啊。所以其實記得到點解就話喂點解好似個負債比率咁高，就因為正佢就係擁有好多地啊。其實佢喺國內都好多地啊，不過咧即係恒大佢最即係買恒大啲樓咧，其實就真係佢回款係急嘅，嗱真係咁嗱，即係佢踩住話曬人哋都第一名啊，係咪先？咁佢係要展示一下佢第一名嘅實力啊，所以佢回款係真係急啲嘅。嗱，而即係啱啲咩客咧？你手頭上有啲錢，即係已經揸住嚿錢啦。
咁你又 ready 啲錢㗎啦，已經咁就真係你一睇啱，係有陣時有一即係某程度上可能佢一兩個你都覺得接受得到嘅質量嘅，即係樓層啊或者景觀啊咁樣，咁又覺得比平時抵嘅，咁你咪一卜卜落去。但係你預真係一個禮拜或者即係有啲甚至三日啊，三日就要你打錢上去啦。即係今日落完訂金。禮拜五你開票都開唔切啊！禮拜五咧就即刻要俾曬房款啊，全數付清。係啦，咁就啱呢啲客咯。咁但係你話喂唔係嘅，我其實我想要啲質素好啲嘅，即唔係質素好啲嘅，啲位置啊或者樓層啊，我唔介意俾多少少，我想要啲即係精選啲嘅嘢嘅話咧，咁就未必恒大就未必啱你，同埋恒大一定係做唔到按揭㗎啦。而家係啦，因為其實佢因為有回款壓力啊，始終都我哋成日都講回款壓力啦，咁所以其實佢連等你批，佢連等你批按揭啊，等你銀行批按揭嗰一兩個月，佢都等唔住嚇。所以就係啦，咁啊呢度就俾個資訊大家啦，咁咪參考一下啦。咁啊，所以如果但係有可能有啲人會講，喂，驚唔驚爛尾樓咧？咁又唔會。咁如果但係係啦，我成日都咁大。係啦，成日都講啊！如果你驚，即係坦白講，如果假設觀眾驚買到爛尾樓咧，咁可以我哋叫做買翻啲叫做大型國企啊、上市公司咧，其實都唔會嘅，因為其實安全㗎啦，呢啲都政府而家都好大保障㗎啦，又有監管户，佢又要起咗七成，佢先至批預售證，咁其實都爛尾就機會就好少嘅，即係只係都係啲叫做細型發展商啊、本地發展商咯，咁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啦，呢個就。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亦都可以睇到阿沈博士今日啊，即刻出咗啲新片。呢兩個油膩大叔啊！咁佢哋今朝亦都拍咗段 YouTube 片啦，咁啊 check 下。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即係想知多啲咧，其實亦都可以上翻呢個頻道，即係睇翻阿沈博士段 YouTube 嘅。好，另一個啦，咁除咗恆大信息之外咧，咁因為正正我哋叫做金九銀十啦，咁亦都有好多喂出邊坊間好多叫做優惠活動啊！推介過啦。你哋啲即係好多好多觀眾啊，或者成我哋啲客户咧，真係成日都問，喂，點解人哋有呢啲，你哋冇講過嘅？點解你哋冇？嗱，首先第一件事，我就同各位各位觀眾同埋客户講一講先。嗱，我哋三百幾個樓盤，我三百幾個樓盤所有嘅即係優惠資訊，我全部掉曬出嚟咧，你哋都炸死嘅啫，係嘛？未必睇得切，未必睇得切係啦。咁同埋大家都即係冇呢個好唔 efficient 噶嘛。但係嗱，放心，我唔講咁多啦，即係總之就係 official 嘅優惠有嘅。我哋 V 加一定有，係啦，我哋有個 V 加優惠價格優惠保證，同埋優惠嘅保證係啦。係啦，即係話坦白講，即係話簡單啲嚟講咧，你喺坊間度，總之發展商官方提供嘅所有優惠，我哋 V 加一定提供到俾你，因為其實我哋做，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同發展商攞貨，亦都係同發展商嘅關係咧，其實我哋都做翻相同嘅優惠俾到大家。嗱，其他嗰啲咩其他行家嗰啲私底下應承你嗰啲咧，我唔計㗎，因為嗱私底下嗰啲坦白講，佢都係得個噏字嘅啫，佢話俾你，你都唔知幾都唔知會唔會收到啦嚇，同埋唔知有冇保障啦。係啦，呢啲我哋就唔做嘅嚇。咁但係咧，官方有嘅嘢，我哋一定俾到你。係啊，總之你唔使。即係心大心細走出去，即係唔需要咁辛苦啊！直接上嚟 V 揾我哋 V 家就得啦，已經我哋所有優惠已經喺曬度，價格已經一定有保證俾到大家嘅。即係仲有機會係我哋 V 家有嘅優惠係人哋冇嘅添，即係點解咧？因為其實真係唔好意思我都知道好多行家睇我哋個 channel 係嘛，咁其實我都唔好意思咁講。其實咧，即係呢期咧，我哋即係賣大灣區喺香港嘅，即係香港代理嚟講咧，咁我哋都叫做即係多謝大家支持啦，都係叫做一個龍頭嘅名列前茅啦。所以其實發展商都即係俾幾分薄面我哋嘅，有陣時我哋嘅 bargaining power 係其實喺發展商面前都係 OK 嘅，所以就變咗我哋即係其實有陣時我哋有嘅嘢，即係未必其他人都會有咯。係啊，好似頭先講嘅九月城，我哋啲獨家貨源啦，其實有好多項目咧，我哋亦都有啲獨家貨源俾到大家嘅，所以大家放心，多啲留意翻我哋 V 家，甚至直接上嚟揾我哋 V 家同事去了解翻都得。係你出去了解完之後唔緊要嘅，最緊要係咩咧？最緊要係嚇，即係上到嚟睇即係你其實攞翻俾我哋睇咧，其實做到嘅嘢我哋一定做到嘅。係啊，大家記住係官方嘅優惠啊，官方嘅優惠啊。好啦，咁啊，等我要講一講啦，我哋繼續我哋今個九月份啊，如果客户成交到咧，咁我哋都會送一個燉嘅月餅俾到大家嘅。記得係親筆簽名噶。係親筆簽名啦。咁啊，今集資訊又係咁多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哋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